这是华人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，刚吃过年夜饭，各大天后宫门口等着上头香的信众队伍就已经排到了几公里外。今天是我们中国人的除夕夜了，在家里团圆之后呢，第二阶段就来跟妈祖团圆了哦。台湾有一个习俗哦，是抢头香哦，每一个人今年的第一炷香，让妈祖呢来保佑大家哦，都在新的一年呢能够阖家平安哈吉祥如意。在妈祖的注视下，人们再次如愿地得到了一年的风调雨顺。这天，一年一度的世界级奇观在台湾如期上演。这是一支由上百万人组成的大军，这支队伍中有身家千万的工厂主，也有仅够温饱的贫困户，有风里浪里打拼的渔民，也有跨国企业上班的白领，上至耄耋老人，下至襁褓婴儿。在接下来的九天八夜里，所有人的身份通通归零，妈祖驾前，众生平等，他们将一起睡地铺，一起吃素食，一起去完成徒步300多公里的壮举。他们有什么样的诉求？他们是否能达成所愿？绕境是指妈祖定期巡视辖区，祝祷风调雨顺、阖境平安，一般在每年农历三月的妈祖诞前举行。在台湾，规模最大的要数大甲妈祖绕境，每年在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都会前来恭请妈祖上轿。来自全台湾北、中、南部的信众汇集到此，跟随神轿从大甲镇澜宫启程，前往新港奉天宫参加妈祖的祝寿大典。途经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四县市，往返约340公里，历时9天8夜，风雨无阻。现在距离起驾还有1个小时，我们已经被挤到快要腾空。据说每年妈祖起驾时，神轿从庙里挪到庙外要花将近1个小时，